释放技能，下次攻击会因强化而附带的10%。感谢雪若曦，一只真白北方老奶奶，还有28秒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抽奖了。这个是打10%生命值强化，不行，不好用。这玩意儿船长出还行，避免一下。跟我打，我征服者，你是什么，小伙子？听说武器大师现在有点无敌，啊？看来你并没有无敌。先别跟他打啊，等他这个加速消失了的，我们就 E 骗他 E，摸一下。摸他是肯定摸不过我们的，知道吧？摸完走了，跟他打，吃饼干。这人挺不怕死的，我发现。这还敢跟我打？他是不是生了？你生你都没生，你在干什么？走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啊！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哼哼，停停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常见皮鞋加瓶药。还真是两天神哈。哎呦我操！这最后咱这波31个飞机呢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，给大家一个波波。让他以为我们是二级，但其实我们升了。往哪走啊？这，哎，他是想一心换我了，这是。好，不用推，回家。把这个卖了，出个红宝石。一会儿出一个铁字边，这个铁字边875挺难搞的。唯一神话构件。前期如果你线上压力大一点的话，你就先出这镜石啊，这镜石属于是对线装备。造成伤害6秒以内提供2%的最大生命值，加能加个几十点血吧。兄弟，你要死了我可管不着啊！你要干嘛呀？点。扣一下。一上来平给走，死了。你的攻击速度不够，小伙子。不过这武器大师还是挺克着猴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这英雄比较克猴。就我们想杀他吧，比较费劲；他想杀我们比较容易，这种就是先天性的就不足。有点扛他我们。
好了，回家了。铁字边差一点点钱怎么办？铁字边差100，算了吧，买瓶药吧。神装了，在从家里边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磕点药啊，这样呢，给你血加的快点，移动速度快点，就这么个玩了，其他也没啥，其实。像杰斯这种英雄应该是出星矢吧，刀锋也是，刀锋出木印，其实刀锋比较适合出木印哈。刀锋适合出木印，干哈呢？我连 W 我都不放，我就直接给你拽死。五级跟我们打肯定不行。像我们点征服者出这个可血战斧呢，就比较实在，哎，就没有那些花的。就像你找了一个老公，我们就是这种，比较实在的，还实实在在，非常的老实，也不出去花天酒地，不整那些花花的。你要出那星矢那种的呢，就有点花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波你要杀我可不行，兄弟。1675，有点贵呀。这把也有点快啊，队友有点猛。哎，我在吃波塔皮。1675，差100。有没有死吃一口，再杀他一波。让他以为我们的血很少能打得过我们，但其实我这波是满技能。这螳螂出装备出的真快呀，他肯定特别想杀我，因为他现在杀我风险很低，你知道吗？正好把他杀了，上路再拆一波，我们回家可血战斧无敌了。三项不行，我试了，三项有点弱，不太厉害。可血战斧。对面那种 AD 英雄比较多哎，你就可以先考虑出死亡之舞。现在它属于是一件对抗全 AD 吧，也不全 AD，AD 多一点的人的一件装备，死亡之舞或者九头蛇。就现在就跟他硬干，他都干不过我们，我就站那儿了跟他撸，他都撸不过我。我没写一首可血战斧他就傻了，都不用跟他拉扯，我现在就是机器人。硬撸来吧，勾引一波。可血战，
小伙子，你这是叫人确实是你的不对，你知道吧？叫人这就是你的问题了。这可血战斧抬手怎么没出来呢？我操，我出来两个人我都杀了。没看出来效果哈，刚才是技能没出来，他需要个抬手动作，没出来。让一个零杠五的跟一个零杠六的给干死了，哎呀，烦死了。AP 多怎么出装备？你先出血手呗。那不影魔刀不也有吗？振奋不是也有吗？你就按魔抗里边的出呗，你看哪个有点用。你就找魔抗的呗，魔法抗性里边的。你看哪个比较适合你？你像这些前面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呢，都没有用的都。算了，跟着我本来想给你们见识一下这个可血战斧的回血到底是有多猛，但是吧，我发现这帮小子不讲武德，偷袭我。这武器大师能冲出来三项啊！哎呦我兄弟，厉害了啊！可血战斧。是因为我一千块钱吗？他都能出出来三项啊，厉害了啊！像什么智慧墨印了，这肯定是不太好用的，就影魔刀呗，就正常加技能级数的影魔刀。我记得还有一件装备来着，加魔抗。可血战斧，你俩怎么回事？没完了是吧？这怎么还点炎银马呢？你为啥带点炎呢？那螳螂不去杀去，给我整个点炎银马，我都搞不懂因为什么。再来个这个吧，再来个铁板鞋 ，OK。这刀锋出的那个暗行之爪，这个感觉不太行，这装备差点意思。刀锋秒完人可以木印隐身，不挺好的吗？还能跑。上单狼人很恶心，吸血是吧？你可以出点减治疗的呀，那不那么多重伤装备的吗？这红是你打的吗，小伙子？这红是你打的吗？我允许你们打红了吗？嗯？哎呀，这还好是我这是有队友啊，要不然又要你给我锤死了。我的落手打爆猴弟弟，我打爆你，你还要打爆我？